红包风波被骂忘恩负义，公交车反击我怎样失礼。女儿于燕琪的婚礼好温馨好浪漫哦，但焦点全是3600红包。事主董叉叉也在脸书松口，事情没那么严重啦，却又因为网友骂忘恩负义，让他忍不住动怒了。董叉叉包3600给我了，后来我退回去给他，我说你人不来你就不用包了。虽然雅萍姐事后表示都是开玩笑的，但不少网友到董叉叉脸书痛批他，组委这么提醒你，哎，让董叉叉 keep 不的反问，是什么单位的组委哈？提醒什么？后我怎样处理？可以举提醒的实例吗？娱乐懂新闻 ，Pongo 认真就输了啦，报道。